IT 行业做运营的，24岁，哈尔滨的，刚到北京不到一年吧，薪资是不到8000。这么漂亮，怎么没去做网红自媒体这些？确实也有网红公司来找过我，条件呢开的也很诱人，收入可能是现在的5倍不止。爸妈觉得这不踏实，我自己呢也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找到一个适合的人来结婚。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单着呢。IT 公司应该男生很多吧，研发那些是很多，男生呢主要都是程序员，他们都可受欢迎了，基本都有对象。我也很奇怪，他们是在哪儿找的，身边都轮不到我，只能靠自己来想办法。怎么想办法的？我自己干互联网的嘛，会上一些比较靠谱的软件找。在哪儿找的？叫牵手的脱单 APP。 牵手我知道，最近还挺火。我是做互联网的嘛，所以说我想找一个大厂的，上面很多都是大厂的人，各方面都不错的，最主要是牵手上的信息比较全，学历收入这些都有，直接帮我做了背调。对另一半的工资和学历有要求吗？有什么期待？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满足的人，比我高就行，最好是北方人吧，两人三餐那种平淡的小日子，共同努力吧。